将军受伤昏迷不醒，必定是计大错，城门不会失守。 察军将军，敌人反攻，不算距离我军，还有不到桑野。我将士知道，将军受伤昏迷不醒，必定是计大错，这可怎么办？你们先带将军走。以将军的性格，若是知道城门失守，自己还侥幸活着，他绝对会内疚一辈子的。城门不会失守。 你们走吧，就说我长须已经战死了。将军，这是做什么？你们走不走？走啊！将军，保重。